等等，就是来肖一公。人家说的吉隆美好生活，我看哈看，说嘛子陈耀宗嘛，说卡几家呀？喂，你没看哈？今天吃松茸，眼镜去买的。哎呀，你一天到晚拿着那个手机在那儿拍拍拍拍拍的。哎呀，我是显眼包，真的是个显眼包。朋友们，你帮我看看这松茸是不是坏哟？快几天了，没去取的。那要坏呀，松茸是种子嘞。那松茸我还是第一次拿到，还不晓得咋子弄得起。小小。哎，小小，啊，这块是不是乱等级哦？我买要一只鸡，咋子洗了些？直接拿手机搜嘛，看看咋子洗噻。你给我搜嘛。好。有。来，那手机头是不是种子说的要种子洗嘛？冲的水，然后种子挂的洗。你也弄进来哈，老婆，我帮你看着娃儿，听到没有 ？OK。看到啊。哦，你说走啊，激动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走，大三分儿，走，二姨妈偷出来。哦，你来捞起来，别偷死人。哦，也是的。哦，汗水湿身。哦。哎呀，我们中午到中午弄啊，差点就买了一只鸡了。哦，洗完喽。没得，放这儿嘛。哎，这个鸡胃也好了，哎，这个骨头都晒得破破的。把鸡肉放下去。来，我看好没？嗯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鸡哥哥。哎，鸡嘎嘎，还啃鸡嘎嘎哈。大爷带娃儿带的多好，他没哭。这是衣服打湿了点，这是手上划了点圈圈。你大爷，始终是你大爷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大爷喊你不能捞，就不能捞。再快点喊妈妈帮我去出去了，这里头多热，等会儿就吃嘎嘎了哈。我加点姜花椒，再加个这个炒好的鸡肉捞进来炖去。这炖汤的时候水掺多点，一次性炖到位。先给它加点底盐，炖出来那个鸡肉才更好吃。这是我的做法哈。啊，把它炖起。这个鸡是炖趴的喽，然后把这个骨子炖趴就要得了。他们回来了吗？回来了吗？把这炒好就要得了，把汤舀起就吃。但是这个舀汤的皮儿小啊，里头。你准备漂嘛？好好沉底沉，你看，鸡肉全部在底下家，看没有？这漂瓜是个耐活啊，你看。吃饭喽！来个松茸鸡汤，第一次吃哈这个的。调成等等你回来，就是啊，真的。哎，你拿给我拿回来都快天的了，就是等等你回来了吃。哎呀，好开心！这汤得去上老师喝了一碗了。行，赶紧要一碗等等都吃。早都要去，好吃吗？抓抓好的。这真行，好快哦。嗯，咋不赢？马大哥给你打电话的时候都等起来了。哎呀，感谢感谢。等好久嘛？开心。咦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今天都上午的。陈姐啊，下次再拿点回来炖猪脚干嘛？你也满意的很。炖猪脚干真浪费，一定要炖鸡啊。鸡好安排，看你拿好多松茸回来，我跟你说，要人家有个老鸡婆，有个叫鸡公。好大哥可以，鸡安排好了，松茸也安排好了，饭还有人做，只需要一个电话。哎，你今儿你回来，胡汤哥的晚上。哎，幺姐，你出来吃饭哟，吃嘛个？我是负责打电话。我这个位置很重要，我属于管理层，简称统筹。不是你会吃啥子嘛？统管。统管。哎，我今天回来就是三碗大底。主要是汤啊，但是难得回来吃，吃一下在这儿就要吃一顿管三顿。九哥，英姐在成都给你安排的是早餐吃个玉米，吃个黄，吃个黄瓜，还有个鸡蛋，补充能量。回来带到肝儿的，哎呀，不吃肝儿我就肥，回来嘛肝儿弯一弯的腰。今天视频拍着呢，喜欢我视频可以关注一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桃子姐。